将军若是把这杯酒喝了，就算李成了。你自行喝了便是，不喝，那本将军也没兴致在这跟你浪费时间。等等，姐姐调配的金疮药，不用了，只是小伤。哎，姐姐，你一再推脱，是嫌月溪的药不够好吗？别担心，这药虽然疼，但药效极佳。谢谢妹妹。贱人，看你能忍到什么时候？你这是在干什么？如果你要逃脱，必将暴露假躯的，若是不逃，就会被活活烧死。夫人特意做的糕点，会不会暗藏玄机？将军若是不放心的话，那我就替你先试。敢问姑娘芳名？这是谁家的姑娘？